Din annum exusia.地狱必除，天父必胜，圣光保佑你们。 记得他们吗 ，Inaris？ 天谴者的低语。别白费口舌了，现身吧！哼，那个战士回来了，而且心怀杀意，不再是当初那个矛盾的灵魂。你骗了我！ 归宿是天堂，为此，你就要亲手毁掉我们创造的一切吗？庇护之地就是个错误。那儿子呢？我纠正了错误，好让天堂满意。 那么，现在他们开心了吗？没有，他们根本
不想要你。永远不会原谅，无论你怎么样欺骗自己，又或者是牺牲了谁，这沉默就是对你的判罚。但是我纠正了一切，你们到底还让我做什么？告诉我，说话呀！告诉我！天堂永远都不会再回应你。天堂，救我！不，你的归宿。是地狱。不要慌，保持信念，战斗，战斗！